闪开！不要！不要！罪魁祸首不是阿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当着海皇的面，把我为什么要杀他的缘由说出来，让他不枉死，也让你不埋怨。如懿为了搜集情报，甘心身处烟花之地，委身于空桑权贵，这样的决心够不够大？他宁愿造梦也要毁掉自己的过往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从他那里获得一丝海荒的消息。他对自己够不够狠？而且这样的人还不止如懿一个。如懿告诉我，秋水歌姬也是海国君。师父，当年秋水歌姬只是因为听闻世子是空桑的不世之才，便自愿入宫挑拨离间，最后不惜以自杀来毁掉世子。而且当时她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。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个人恩怨，而是我想让你知道，这些海国军的死士们为了所谓的复国能有多么的坚定。只要海皇不死，他们就不会放弃为祸空桑。而且龟协已显示，海国将在70年内灭亡空桑，所以海皇必须死。战争一旦开始，若想停止，不是我们所能主宰的。这是两国的战争，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，这个人就是我，海皇。我与少司命今日之决，是我应尽之分。你还是快走吧。预言说龟邪会灭亡空桑，可天意难测，预言中的事不一定会发生啊！怎么能因为尚未发生的事情，去杀掉一个无辜之人呢？师父，被千夫所指，含冤莫白的滋味，哪怕天下人都不明白，可你一定明白。住口！你怎么敢把我跟鲛族海皇相提并论？朱颜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话会给赤族招来何等大罪？闪开！闪开！不要！师父，你不要杀阿渊，我求求你了。闪开！我不。妻儿，快走！不要！师父，只要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杀阿渊。朱颜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有。那你为何执迷不悟？闪开！因为，都因为我喜欢阿渊。